大熊猫这么大呀，生出来的时候，妈好小哦。嗯，早产儿，不早产它生出来也不大，好小。它没有个狗大了。晚一点，几秒钟可以，它时间长了不行。 他跑外面了，吃小的，他跑外面了，吃完了，他就饱了，跟他们聊天的，对啊，有啤酒，青蛙怎么吃的？掉进有危险的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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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坐好了，看好了。我们到里面去，他房间里面也在给你好。
他一个人在外面吃饭，看看看，小叶，一群啊，一群熊啊，一个是熊猫，对不对？啊，是野兽，一就是一个不是小，一个真是野犬，牛啊，那您不得进去野犬？这这么一吃死了呢？牛呢？它牛也吃，也是不吃的。 这是猛兽，我是猛兽，吃猛兽。哎，下来。哎，对呀，我看不到呀。好的，好的。哦，今天孩子哭死了。好的，不搞了，怕怕，昨天输了，你来了。